抽蓄，delete，关掉，剪片，等我一下哦，我发现我的低潮怎么快爆炸啦？这个可以删掉了。这个游戏，1月7号，27号，删掉。分段删掉，这56个项目太大，无法丢入资源回收桶，是否有哪些障碍？是，这个麦块下午随意开，删掉。开台清资料夹，我傻眼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有了，清出来了，清了20G 的空间。天哪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有什么轻松的音乐可以播啊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嘞？好了，看一下，静安安、简嘉诚安安、李灿南安、贝贝安安、校园安安、凯欣安安、壮安安、郑君豪安安、玉露安安、赫赫安安，我看一下有谁，空余安安。AKOA 李安安、戚敏安安，这很干哦！天哪，那不适合我玩啊！我现在我的干都用来剪片了哎。前往庄园啊，想移除掉了哎！我是觉得这种游戏我好没爱哦。感觉女生会比较喜欢这种游戏，声优都男生比较多。调货农场可以不干，只要花钱是不是？蚊子安安、玉童安安、浩宇浩安安，你玩得很悠闲，那你那边打干小干。点击进入厨房，请选择一个食魂，确定，点击炉灶，继续。你确定这个不像十字契约吗？我总觉得操作好像又有点像啊。加速，立即，叉叉，取餐，确定。我还是哇，没事，我不怕，自动上菜，添加，知道了，确定。该不会主线过完了吧？隐藏，取消，任务，领取，然后嘞，他一直叫我点氪金，怎么会这样子？
比较偏向阴阳师哦，阴阳师我也没玩诶、欸。启程，跳过。它有没有自动？它有自动战斗，也没有自动开始啊，好麻烦哦、喔。然后昨天晚上又忘记挂网了。实物版的阴阳师哦，嗯，哦。要后面啊，我还没到后面呢。没有，现在就是要玩，但是我没有要玩它。我只是在想说抽抽看，我十至七月都在体验享受抽卡，因为那时候都说什么很佛心送很多钻可以抽。那我总觉得就是抽到中后期就开始觉得抽不到，没有东西可以抽了。需要火药。要盖生怪塔耶、欸、不然没有火药耶、欸、火药要做烟火啊，哎呦，什么叫教主了吗？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教主了吗？是什么东西？你管他小。我现在一只北棋玩错了，还在一只时，他第一关也太久了吧？我还没抽啊。你们不是叫等到二十抽？教主建立粉砖能干什么？第一次玩不知道。建立粉砖哦，这样讲好了，如果你这个名字各自如果不想要在聊天室公开的话，你可以创个粉丝团。那个粉丝团就打你的绰号或什么的，这样子，懂吗？哦，效率真的太恐怖啦！就比如你今天是小明，你就去创个粉丝团叫小明，懂吗？跳过。
截图发在哪里？那个粉专，我的粉专。挖一下这个好了。这是什么稿？丝绸之处。米15.2单人游戏，主将赞助，单抽神经病吗？你可以给我钱，我帮我来单抽啊。没有啊，前我单抽是后面才会开始玩单抽啊。当时玩17就是前面他们说要先十抽嘛。啊，我那时候十抽抽到两张 N 卡，然后就说好，你这个非洲人可以开局了。我说这张很差吗？我说没有，这张很多人都抽不到的。烂卡片，那我就开始那一次的旅程，是抽不到 SSR， 抽好玩的啊，前往升级，继续更新，知道了，什么都不知道哎、欸，瞎鸡巴乱点。资源关卡要过，恩卡最优，可是恩卡很烂呢，就只能在冰不把冰箱在池塘里面动来动去而已。就叫什么辣椒，对不对？熊熊安安，不对啊，木瓜好像是被我推单抽的，所以木瓜是单抽抽到的哦。这游戏前面50抽没中，后面就要单抽了。认真吗？没事啦，我玩不到后面啦，马上抽不到就删掉了。没有说你骗我啦，就只是会怀疑说真的吗？早餐店阿姨送我一个三明治，因为最近的大这边的大学生过了快11点就没有要买早餐了。
所以他三明治常常就会送人。我想说，一个三明治18块，两个35块，那我就给他，然后给他18块，然后他说不用。所以想安安，想马安安，今晚是一个很舒压的阿米狗。不想20抽，好久哦，天哪！我想把这游戏移除掉了，所以我等下10抽完就直接移除掉了。我路服现在蛮好的，台服现在还没有你稳定什么，然后玉都是单抽抽来的，哇哦！差啦，反正我就是抱着这个游戏我等一下就删掉的心态在玩。哦，一只12关了，让我跳过，让我跳过，战斗，我快可以10抽了。还是培根欸，我的天啊！哦，我的腰，我的背。单抽被我骂，骂什么？没有，就是没有在抽那种东西哦。最后一次在游戏上氪金，好像就是去年的12月吧。那时候还在玩《弓箭传说》，只氪了170块钱。那更早之前氪最凶就是子母练的啦，那氪了20000块，还没抽到一张 SR 卡、欸，气死！没啊，不是没有抽到，是没有抽到那只活动角色，而且10抽没保底。那也因为工伤有赚回一半的钱啊。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，就理智就断线了，抽下去了。少主，跳过。免费祈福这个哦，
哦，白痴祈福是抽家具的哦。那、抽卡在哪抽？前往突破。咦呀，我也没在玩呢。对啊，这游戏我觉得撑不了一个月。活动不见成就，不是啊？你那时候不是也还在玩那个那什么石器？抽卡在哪？商店不是啊？商店。十连礼包哦，这个哦，竹叶召唤，竹叶哪里有召唤呢？召唤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、我魂星不够啊，我魂星才五个哎。是不是要东西领一领啊？我是不是有东西没有抽过？点击烹饪菜肴，要领哦，在哪里啊？信箱、邮件、邮件吗？一键领取。哎、不是啊，他直接送卤肉饭。看啊，活动吗？等级领取，初见之礼。我十级了啊！我十级了。角色资料领取，好，能领的都领一领了。角色列表，这又是什么？对啊，十级有五个星啊！啊，不是叫我十抽，十抽是十个啊。不是吗？还是就单抽单抽就好。升到九等又会给五个，十级就有五魂啊！啊！哎、有了，我十一个了，好抽咯，确定。